要看一下我的 project 啊。爸爸，啊，有有。有客人来哦。行。要不要拿？何必问？当然要了。是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那个 project 啊，我整个的 planning 有有啊。Sorry， 哎，老板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些账单。怎么样？放早转，要不要把它放好？啊，当然放回去哦，何必问？我就知道的。可以可以，那个 project 就是，那我真正的这个 plan。啊，老板。老板，这个打字哦，很奇怪的嘞。怎么样？这个电话找不到的。在找不到，在 A 的旁边啊，去找一定有的吧？在 A 的旁边。可以可以。你那个 project， 这个 A 跟这个 Z， 哎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这个 project 啊。哎，我。老板，什么？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有，我可以吃牛肉吗？你吃牛肉关我什么事啊？哇，人家发烧感冒吗？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去吃了去吃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sorry sorry sorry， 哎，那个罗先生，那我这个 plan， 我整个的 plan， 老板 ，sorry 老板 ，sorry 老板，很严重，事情很严重 ，toilet 啊 toilet 啊，没有 toilet paper 啊。没有啦，我找到半死找不到快乐肉啊、哎、去买啦去买吼、哦、去啊、哦、去、哦、应该去买、哎、怎么没有想到啊去买来来 OK Mr.、你那个 project 对对对，那整个 planning 是这个老板有哎，那个咖啡要不要放糖啊？随便啦、啊、随便你要哪一种？你两种嘞？随便啦 对对对啊，你那个 project 这个咖啡要不要放糖、sorry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把这个班拿倒转，要不要把它放回来？那何必问？可以，那这个不对，我整个老板嘛，老板，刚才你讲哦，这个 Z 哦，在 A 的隔壁哦，对，可是我找来找去哦，找不到这个 A 嘞。哦，不要了，你啊，你妹，被莫名其妙，sorry， 呀，哎，你这个 project， 整个 planning 最重要，这个 planning 哦，一定跟 A 跟是什，哎呀，老板，什么事很重要呗？这件事情很重要的，什么事？生死关头啊！怎么样？等一下我吃牛肉面的时候，可以加豆芽吗？病了吧？我生病吗？哎呀，豆芽啊，很寒性的。好了，你要加一桶都可以了，去吃了。豆芽，对，整个的 planning， 老板，我下去下面问了哦，那个 toilet paper 有卖了，不过有卖贵的跟便宜的，要买哪一种呢？便宜的啦。便宜的哦，不好用了，擦了会破，你知道吗？贵的啦，贵公司没有budget啦。哎，你起来就好，我要跟老板谈一下 toilet paper 的问题。我现在没有空跟你谈 toilet paper， OK？ 我跟 Mr. An 谈 project paper 1000万啊！ Sorry， get out you！ 当心一些。当心一下，有，你这个 project。老板，那个糖我找到有两种啦，这样一种是比较粗，一种是比较幼，你看要哪一种呢？随便啦，幼的啦 ，OK。你的咖啡这样可以喝啊？对，我们的 office 都是这样喝的。这个干净，这个他刚刚漱口跟刷牙了，没有问题。要。老板，这 sorry 你站 sorry 哈，你走过去一点。老板，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啊都已经明定过了了，我们绝对不用 toilet paper， 我们用报纸就可以了。用报纸。哎，有这个。我的阿辉 office politics 又在跟大家见面了。上个礼拜啊，跟大家谈到的一些老板不喜欢的员工，我不是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哟，他也跟大家分享了。今天呢、啊，又他又打电话来，我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哦，又就给他讲到够了，又，我们请他出来，耶。office 人嘛，有、不过我跟你讲，我 office 最近已经有点变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哇，整个 office 人热烘烘的、啊、你 office 冷气坏了？不是啊，大家都在吵啊，吵，为什么要吵？和气生财，吵什么？大家在炒股票啊，炒股票，每天大家都
以前呢、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哈、啊，上班是 full time， 有有有，股票是 part time， 有有有。现在换了，股票是 full time， 有有有，上班是 part time， 有有 有空就做了。啊，对对，你讲到这样也是，我现在认识很多这个 office， 我看到啊，他们每个都是在这个玩股票。对，不要说到 office 啊，哎，那些菜市场、巴萨，有那些连卖猪肉的，有有有，他也装一个电视机啊、哦，来看股票的行情啊。有有有有 有。是啊，讲到这个，那天我妈妈去巴萨买这个肉的话，就惨了喽。有有啊，那个股票上。哦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股票一赢哦，他切那块猪肉比较大块了。股票一输哦、啊，猪肉小小块，价钱一样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所以这种情况真的是影响到大家很多哈。我说真的，以前呢、啊，大家一大早啊见的时候啊，这同事之间呢、啊、都会有一些问候的话，都是这样说 ：“Hi，Good morning。”呀，现在都不一样了，现在是说 ：“Hi， 有没有请？”哎，你看。虽然我们是这样讲，现在每个 office 里面、啊嗯、那些员工啊，一到 office 啊，第一句话都换了。有有有有有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有没有买？啊？啊有啊有，对，几张毛来？几张毛啊？我买了儿子了。慢点哦。啊。各位，你看看呐、啊，这连扫地的阿嫂啊都买股票了。有有有。你在旁边的话，你不心痒吗？有有有有。所以你想啊，嗯，每一个人每天早上一进office就是谈股票的。对对，你想整个office情形会是怎么样？我听说越来越过分了，大家一上班就讲股票，一直讲到下班为止。有有有，来来，哎，我们来演给大家看看，你看整个office怎么个炒法？有有。哎哎哎，有没有买？有有有。爹妈，爹妈，我有买，卖啊卖啊，叫什么？是我在梦想。搞笑激动。几两毛啊？几两毛？什么几两毛？搞笑行动哦！搞笑行动，起两块。看前面。哎、欸、，stop！ 换新的 pattern， 我知道。要新的 pattern 是吧？来，看前面。1、2、3。各位朋友，你懂不懂啊？有些老板啊，对这些员工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。有有有。哎，怎么样嘛？整个市场大家每个人都在赌股票，那、怎么办呢？没办法了。但是有些老板想说，员工也很精，他懂得来对对对来。老板来呢，他就不讲股票。有有有老板走，他就讲股票。你看我演给你看，我就演那个倒霉的老板。不是听说你搞票的 tips 在谁边来吗？讲嘞，老板等一下来，我跟你讲，讲了，不会来的啦，讲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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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坐你们坐你们坐。哎，老板怎么样？啊，你们开会是吧？是啊是啊，早上开会是应该的了，因为这个1994年啊，这个应该把我们的计划跟员工讲一下。对，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呐、啊，这年头就把计划跟大家讲，这是好的。有，我就是跟他们讲，而且我要他们每天早上哦，上班的时候先来这10分钟训练，讲一讲。应该。好，那你讲好了。好。讲嘞。我跟你讲，买股票啊，你要懂 information 情报要准，像我知道。最少现在会起到顶点2600。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几天啊，股票狂泻3天呢、啊。狂泻？什么狂泻？什么狂泻、啊？老板没有，辉哥啊，他说他今天早上泻得很厉害，啊，所以但是他还是来上班。我觉得这个榜样大家值得学习，我们鼓励一下他嘛。哎，谢谢。哎，狂泻。股票会狂泻，你们听到巫启贤那首泻后有没有？你看他一狂泻之后，上得很厉害吗？股票也是这样。股票啊，你看它狂泻，要顶，要懂得顶，一上的时候不得了啊！不是我要吃大老板啊，吃饭、没有，没有，吃饭什么？吃饭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客户之间的沟通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应酬的方式，这就是所谓小钱不出，大钱不入。嗯啊，对对。买股票就是这样，小钱不出，大钱怎么会进来？所以你看啊，3毛多的一个股啊，它一起到2块多。哇2块多也是一盘菜，2块也是一盘菜，200块也是一道菜。菜贵便宜不重要，最重要你有没有那个诚意？你没有诚意，让公司可以赚大钱。所以最要紧，公司如果可以赚大钱，你要有那个胆量。嗯，要有最要紧是胆量。买股票是要有胆量，股票你买你有胆量的话，大家一起买，集合在一起，不要说了，50万来讲啊，可能大家一起赚50万。哇！50万，对，50万就是我们公司今年第一个月份的目标了。50万可以赚到的话，老板开心，我们可以拿到欢呼。大家要知道，
所以我们全部在这一点一定要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懂不懂？团结，大家团结一起来买股票，一起炒，炒给他起嘛，对不对？团结是什么？买股票。打电话，打给 broker， 打给 broker， 打。要要要要要要要，公司。